我哋玩 New Super Mario Bros. Wii Retro Mew Remix 啊。咁依关咧就系 1-1。咁人人都知道依关系点样噶啦。Let me speed run。36秒搞掂一关，37啊，有少少震啊，对唔住。你知好多人都会 speed run 嘅呢个 game， 跟住呢度 star coin 所以睇唔到嗰啲 flames， hitchhikes 我话咗。Speedrunner 肯定是由上面的了，那后面那批没东西的就只有钱的，这个是的。那我不让你看 Warp Zone， 因为 Warp Zone 就有了 Real 4那些都不让你去，都是这里的。咁頭先 1-1 嗰度咧，批我入咗批之後咧有個 1-1， 上面咧好難噶。咁黃色星星咧，因為我啱啱試緊啦，跟住有啲嘢，跟住又要再嚟過啦，所以唔得啦。其實我過到嘅，不過好奇怪咯，又有 negative 咁樣，又有 Goomba， 呢一個先有 negative 同 Goomba， 下一個就係得 negative 同埋Tar Plant 咁加。現在只有 Negative 和 Paratrooper 和 Bullet Bill， 然後很多字幕說，然後最壞就是為什麼不可以上去呢？我也可以上去，不過他不行。好怕啊，他這麼壞。有 Hannibal 添，我記咗。又開始難啦，好難噶依關，我都唔知咩關嚟噶。咁我啲 three 都難噶，我都唔知點解咁多關都難噶。Speedrunner 唔攞 power 噶啦，不過我又驚死。依关少少难，秘诀首先咧唔好嘥咗你嘅 mushroom 喺依度停。喂，我已经揿咗好实噶啦，点解 hand 跳咧？你再攞 mushroom 添，我唔想玩。你睇下幾難？我第一下呢波試下都要搞住，本身幾好嘅，而家要從頭再嚟過，跟住又有門聲啊、聲啊、電話啊咁樣啦，成日都要從頭再嚟過嘅。好，我出知啊。
哎呀，唔理你，快啲去行啦！唔中意依关啊，搞咗电器啊，依关先啊，跟住咁啊，跟住咁啊，跟住咁样啊，跟住威震跳啊，跟住我喺度拍手啊，跟住自杀啊，我算唔算噶？哇，咁都算喎！搞掂咗，不過就係嘥咗一個 life 咯，仲係，不過都好啊，多翻五個 life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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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我可能記錯，不過 background 好似唔啱。我驚咗，所以驚死。哇哇哇！我爸爸好細個玩咗依關咧，佢話好難噶，依啲魚成日都飛嚟飛去，好麻煩噶。佢話我爭啲死啊！啊！快啲衝過去搞掂呢關，如果我就死噶啦！好似就快完啦喎，我唔想玩依關，想玩上面嗰關。好普通啊！呢啲关又短又好玩，又 speed run， 海里边好难 speed run。我差啲死，我好以為咁都得。我来 check 咗佢點樣去，呢只個海岸啊上面咧，企企得唔得？呢啲唔知點解有個嘢喎，真係。音乐好奇怪，唔同咗。啊！衣冠，我最憎 castle 嗰啲关。Thank you, Mario, but the princess is not a castle again.我都驚咧，都係 dream 嘅故事嚟嘅。我最憎係嗰啲 dream 嘅故事啊，因為點解 Mario 會 dream 咁耐咧？咁如果我唔玩嘅，佢係可以
完咗個 game 咯，係咪？最憎呢關，我一定分分鐘死。係啊，嗰邊就係 end 噶啦，好啦，拜拜。